到站的时候，他一张开隔壁说这么大的眼睛，对，他眼睛很像爸爸，就很好，那就很好看。对啊，趁他暂时安稳的抱着我外走。往外哦哦，你说外面你要回去对不对？对 ，OK。我怕他那个快要 expire 了，就会大空翻呀。要不要再盖一下呀？外面我老是觉得他，你知道他应该要真的要穿一个内衣啦。我们在只会好冷，晚上就在家里都是很就调的很高，比较冷。